是要安怎抓紧才对。你敢知影？我嘛足需要你的爱，还佮你的关心。先甲伊圣洁出要靠气势。敢讲恁真正我看袂出来，我是为着你咧话的。那安尼，即卖人就伫咧这个房间内底。那真正是安尼，我陪你面对。啊，毋过开门了后，后果你嘛要想个清楚。只有可能是翁仔某永远失和，甚至是离婚哦。迄个查某咧，我明明看到伊叫你来求客啊。这个房间里当面的所在真济，我都唔是我找袂到。你刚伫个病院，我开枪拍着伤，迄查某囡仔走去啊。所以阮同事特别打电话来甲我通知，啊，我较细腻。咱订婚敢要取消？今仔日是阿婷订婚的日子，假使讲有人来遮找麻烦，那是讲场面歹看，你也蛮危险。我是甲面刚才的比较妥当。阿爸阿母，我甲强恩就希望你会来参加阮的订婚，安尼这场订婚典礼才袂有遗憾。但是我是要安怎抓紧才对？你敢知影？我嘛足需要你的爱，还佮你的关心。先甲伊圣洁出要靠气势。敢讲恁真正我看袂出来，我是为着你咧话的。那安尼，即卖人就伫咧这个房间内底。那真正是安尼，我陪你面对。啊，毋过开门了后，后果你嘛要想个清楚。只有可能是翁仔某永远失和，甚至是离婚哦。三姐无去啊啦。啊，三姐毋是伫化妆间，那是哪无去啦？我毋知啊。查囡仔，我拜六节好无？两个斗三工一下，我手哦受伤哦。哎呦，曹金安尼这当呀，今什么日子啊？你弄破杯啊？啊是讲今仔日就是订婚的大日子呢，想到陈爱爸爸妈妈也无法多来啊，啊家己后生订婚这么大代志，总袂讲无应该拢无时间吧？亚婷。迄间王天树，吓，迄个查某咧，我明明看到伊叫你来求客啊！这个房间里当面的所在真济，我都唔是我找袂到。啊，是新都应过啊，陈安甲亚婷他还阁未出现。天树大，真久无看啊！今仔明仔我随在，来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